小五啊，听说，你的小崽崽出生了的嘛，是不是啊？啊？听话听话，我来看哈呀，我做过你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我的小崽崽呀，老公，哎呀，小鹅，你是不是讨厌？我一巴掌哈，我现在越来越凶了，越来越凶了，越来越凶了。现在老婆孩子一起保护啊，你以为你是我呀？让开啊，乖，乖老婆，乖哈。现在真的很厉害，他是不准碰的。哎呀，我的小小鹅跟他小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几个？我看看。我听妈说有两个呢。车母鸡让开。有那么凶吗？来咬着他。我来看看，妈你说。辅导好有两个，哎呀，好漂亮啊，好漂亮！哎呦妈呀！宝宝，进来，哎，放心，放心，哎，跟小的时候一模一样嘛。嗯，像那两个有比哦，那两个是啥？他辅导还出来啥？还出来？他不比你每个都有啊，就是。那也是嘛。还有你光蛋，我动手说，我来看哈，我说。几十斤蛋，没两个这个，我来看，我不拿那么久了，我来看。你看，我两个小小的在叫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好凶的，你看。啊，还有我爸爸在叫，凶嘞，好吧。那个还凶些。啊，我妈妈也凶，好吧。哎呀，应该是挨都不准挨，应该是。啊，不准挨。嘿嘿嘿，抽筋不抽抽不筋来来，来过来过来过来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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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呱不是他每次骑东西，不是他骑那个我要戳他，嗯，我每次他到那边的以前嘛，他我都把他戳得飞跑，戳叽叽的叫。来来，来，我们下来看看小小鹅来，看看你的小小鹅来，看见没有？怕什么的，男子汉大丈夫。他不高兴，他不见了。啊，看小鹅，小鹅，看小鹅，看小鹅。你把他打那个他我爸爸那个警察抓到去吧，他都是跟你拼命，我跟你说。拼命？哎呦，你把警察抓到去，往过的都来都要戳你。那是个小鹅吗？小鹅最开始的话，两个小时以后的话是喂点水那些就行了。喂。喂点那个。嗯，我查的。我查了的，小鹅暂时不跟他喝水，就是说、要跟他去那个清屎尿里头，还没带露水。然后把它剁成那个那个，给它盘点米糠和饲料，最好是喂点饲料。他说小时候喂个半个月饲料，我查了的。饲料啊？他就买也没买到了嘛，还没开门，明天去买吧。哎，你把抓着吧，你把镜子抓着，镜子抓着抓着。不捞他，不捞他，不捞他，紧他。你看看那两个得得两个得不得得？嗯，算了算了，莫去捞他。看上那个的电话，嘴会长那么大？凶人，我一巴掌呼死你！摸哈嘛？王姐，哎呦哎呦，王姐那个我妈妈本分不过的嘞，她也凶得很。嗯。天哪！把那个打到水管哈，又是怕我小娃儿爬出来掉到水头去。专门给等着就让他喝水呀！我。等到边去，等到边去，那小娃儿呢？等到边去。哟。猫子，快来看小鹅！你不，他不准捞的嘛，猫子。你看啥？他戳人的嘛，看啥？哎哎哎！